连坐。先生，啊，你对阿公有警察来找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因讲有案件要甲你讲啦，啊，我是咧想，可能是甲警察遐有关系。对啦，先生，迄警察大人哦，啊，你下晡一点就去报道。先生，应该有为难你。难紧啦，我知安怎应付，你免烦恼。我要出去啊！啊，下晡就麻烦你家己一个人接生啊，大丈夫？大丈夫，先去啊！多谢卡莎，我出去啊。这条男的倒位，我唔知影，伊是犯啥物罪，恁要找伊啊？伊只是一个学生，平常时上课，还佮做家教趁钱，无应该无时间通食饭啊，哪有可能做啥不法的代志啊？是毋是不法？毋是你一个查某人讲的准算，是由阮调查局来判断啊。那你请问您？恁敢有调查出啥物代志？是凭啥物把我一个查某人抓来遮？恁后生陈建德企图玷污政府。伊读高中的时阵，对着外口一个老师咧看警察，迄个老师即摆已经关伫个火烧岛。歹势呢，啊，阮先生哦，下晡有六点才会转来，啊，麻烦你去溪口先生迄边洗哦。多谢你啦！这已经是第三个要来生啊呢，大家拢遐尼啊敖叫，专门叫先生无伫的时阵，这嘛无办法，啊时间哦就这么拄好啊。你敢有感觉，这两三冬哦，大家变啊愈来愈好养呢？若是要生囝，就家己来做诊所，就免咱哦徛天要甲伊接生啦。啊，一天哦，着省少侪时间，会用接生几落个呢？真正省真侪时间嘞，嘿啊，而且安尼赚较济啊！啊，逐个月吼，加咱加加一寡钱转去厝嘞。阮阿爸母哦，就袂一直催我嫁出门，惊我若嫁吼，一条财路就断啊。安尼嘛袂歹啊，啊若无一直相亲，嘛是一种压力咯。是啊，啊像阮小弟啦，就是因为吼，我有一直咧赚钱，才会当为初中、高中安尼一直读起。今晚哦，两位考大啊哦！李小姐，你对恁厝内底人真正足好个呢。啊，咱甲先生同款哦，拢是迄种爱打打起家个人啊。先生个担哦上重啦，我听讲哦，见着伊老爸细伢仔哦，嘛读了袂歹呢。讲是读到高雄中学，毋过哦，嘛是爱靠先生趁钱栽培啊。先生真正足有度量个呢。是啊，趁有人哦，予一个查某人爱打规个家族啊，唔呐爱饲伊，搁爱饲个细个后生呢，即款老爹甲红鬼讲怕死啦。头家，头家，小松呢？先生无伫个。伊去倒？去接生啊。你敢真正去接生？是啦，先生哦，伊去派出所啦。明珠，去派出所，去偌久啊？中昼食饭饱哦，就出门啊。一杯咖啡。罗科长，这吼是日本进口的鸡卵糕，拄好会当配咖啡啦。
你教导。我常常听阮阿妈讲哦，罗布科上做生意手艺是岐山第一的。我嘛知影，你即卖咧享福啊，无凊彩接单。因为阿妈的关系哦，会当请到罗布科上甲我斗三工，真正是我的荣幸。请问你要做什么款的衫？我想要做参照这款设计的衫。这是牛山的设计图，是你画的哦？是啊。啊，不过西洋式的新娘衫成本拢较悬，而且哦，厚工阁歹天，所以大部分的新娘衫拢是去婚纱社用做的。我就是不爱用做的，我想要家己做啊，对啊。这哦，搁一块三不露。请老母考上参考看卖嘞，若是会用的，我就请人甲布送去恁家。这两块布的料身拢真水，啊，不过这个新娘衫我无法度做。是安怎无法度做？是有啥物困难是？是裁剪的问题，像遐尼幼茎的新娘衫，我毋捌做过，所以惊甲你加歹。啊是，请你帮别人做。啊，毋过罗布科桑，除了你以外，无别人有材料通做啊啦。我惊甲你做歹，到时阵会影响我的名声。嘛是啦。在新娘吼，拢是穿旧式的新娘衫，啊，参照这款有设计吼，确实是有较歹做啦。啊，不过我阁叫是讲罗布科桑，你会愿意接受这款无同款的挑战，看起来还是无法度吼。罗布科桑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好啦，我答应你。牵牵小手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。